啊，那个穿花布衫的那个带小孩那个，对对对，怎么孩子都有了？不是，那他二姨他家的。啊，行行行，谢谢，我就能帮你到这儿。哎，好好好，哎呀妈，谢谢啊。林姨，林姨，是你。哎呀，这咋造型啊？咋进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哎呀妈，这是孩子，小心点啊。咋找的了？我狗身上有定位啊，完到这村发现找不着了，应该是没电了。我找那小女生，不认识你。啊，那我朋友。啊。怎么自己一人在这转呢？我姥爷搁那砍那个苞米杆呢。哦，怎么带小孩下地啊？他非得来溜达。狗怎么样啊？我这个带药过来的，是不是他吐了好像？我吐了。嗯，带盒药，不行，给吃点，喝点。诺诺吐了 ，baby 没事。他吃啥了？吃了一个大猪头，他能吃下了吗？我姥姥上集不吃席的时候给他整的。他是不是听说你要下地干活？他故意吐的。他从早上10点吃到晚上得有12点。他是猪，他随谁呀、啊？这么能吃？那一会儿回去给他药灌上，完了让他下地干活。你帮我扔一下，我够不着。哎呦，这么多！哎呦呦，光丢几个苞米仁啊？那个自己干多少年了？这一大片地全是我家的。这么长？嗯。这晚上一天能干嘛呀？哎，到地堂了，晕了吗？没有。踩着这儿，小心！这怎么好像第一次下地干活？我这么不熟练吗？相当不熟练。你这么你在怕撒？你说你快吗？那咋办呀？我教你。妈呀！正常，你看你，还是第一次干活，怎么就两人干呢？啊！你家别人没回来呀？我姥在家做饭，然后我姐在家睡觉呢。你姐睡觉不来干活？然后我小弟在家看狗。狗不用看，狗就提溜过来也大，它弄得咬。能拿住吗？能。等你都能等住。走吧，那回家吃饭去啊。不是你们不还得干吗？没事，我帮你们，我帮你干吧。行。啊，真行。啊，那不用了。啊，行，没事，大不了这个就是苞米带点血呗。嗯。馅儿崩上。啊。等会儿啊，我把它送过去，然后我帮你们整点。嗯。还是咋的呗？玩儿啊！咱们回去啊，你看看诺诺。不耽误你那啥呀？没事，那就先回去呗。我姥爷正好在。那也行。嗯，你走吧。没事，不行，我帮你拿。来，我来就行。哎，不，我来就行。你别先，那我扶你哈，你扶他，我扶你。哎，给我。给我吧。啊，好，行，那我做苞米杆。嗯。这是花生呢，这。花生不能做。能做，没事。就做那蹲着吧，蹲着。老颠了，这个刀。是吗？嗯。